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非常好，然后侧面呢是怀孕的一个状态的国际王帅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今天是礼拜五了哈，你看我的脚边呢有我们的九九同学哦，今天礼拜五，所以也就是说再晚一点就准备放假了。OK， 那今天干嘛呢？就如我们的标题一样，让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爸妈的房间。好，然后呢，九大多呢，他们晚上都是睡在这边，好，所以也就是我们之前在剃毛、在洗澡的地方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洗澡了哦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这样洗澡不可爱。好，九九，我们今天要来洗澡澡了。来，九九你先来，来耶，进来，九九先，九九先洗来。来啊，你两个，你叫蛋姐，在那边等一下，等一下来，九九来，耶，九九进去，来，你先洗。啊，大大还是干净的，你忘了要暖，哈，这囡仔，大大那个是干净的啦，你现在很脏了，你买你要搞暖啦。来，九九先进去，来进去，来进去，哦，好热哦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天空哦，白天预警的天空是好的哦，就是天气是好的，但是呢，眼前这一个他的脑袋是坏的哦，没有，就是当现在的天气呢已经有点黑了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那个毛巾是干净的啦，你忙安尼算啦。你两叫做泰哥，要已经两个多礼拜没洗澡了，因为之前都在下雨哦。然后是他们两个完全没在天狼恭维。哦，刚刚一路打到隔壁的 Seven， 现在又打回来，啊也好啦，反正要洗澡前呢，就把自己弄脏一点了。你看大大的肚子都是黑的。好了没？这浴巾洗干净哎，你们现在很脏呢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天啊，哥！啊，也好了，也好了，啊，让大家看一下呢，他们现在充满活力的样子，从小咬到大的一对兄弟，你看，啊，多多很爱咬大大的脖子后面那一块皮，很酷啊，哈哈哈哈哈！饿啦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叫咖啡生，你看大大的脚是黑的，他脚底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老会员朋友都知道，大大的脚底其实洗干净是粉红色的，但是他现在整个脚底是黑的，你要知道他有多脏啊！饿啦，就是他够忙啊呢，这两个不是天人恭维了，算了，好了哈。你看，刚刚妈妈把那个浴巾铺在地上，看那个吧，它铺在地上就是要让你们躺的。结果你两个人要搞搞，阿诺，你靠近两点哦。好了哈，舒服了哈。哦，多多还不肯罢手嘞。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阿志炳哦，那个国光号哦，这台国光号正在清洗当中哦。我妈现在在洗国光号啊。那后面那个屁孩真的是非常的坚持哦，嘎北森呢？哦，好臭哦！他们两个在这边咬啊，那个热那个臭气呢，这样不知道是气流的关系啊，怎样让整个冲过来哦？哦，那个狗臭味真的有够臭的。哦，啊，多多一直想玩哦，多多从今天早上哦，大大你不要再滚那个毛巾了。多多从今天早上呢，就一直在那边想要出去玩那个。多多，你不要舔大大的鸡鸡，这画面不好看。你在吃星星肠吗？啊，那个，这样应该算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南部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小肉豆吗？还是什么小肉什么？就是有点像那个香肠啊，但是呢，就小小的这样一颗而已。哦，那个有一些早餐店都会有。就是小肉豆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哦，大大的鸡鸡呢，小小的，所以大概就是像这样。哦，像多多就不一样，多多就是那种真的是美式大亨堡了。哦，多多的那个比较给吸比较大只，但是如果比起来的话，其实三宝的鸡鸡呢，多多是蛋啊跟鸡呢是最大的，然后呢大大算是第二小，那最小的鸡鸡最小的是今天。上次有一次带他去看医生呢，医生就去帮他检查他的尿道口。然后呢，就把它整个鸡鸡弄出来，看我不夸张哎，现在有点爆九九的料，大概就这样，超小只的，好的，很迷你耶，好可爱啊，它的口红超小的，
九九真的是小肉豆了哦，就是那种很小颗，大概没有小肉豆是我们这边的早餐店的，大概都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般我们吃那种小热狗，但是呢，小肉豆是小热狗还要再小，就是大概是这样而已。然后就一颗一颗一颗的，就是早餐店都会有啦。好，我之前也不知道小肉豆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有一次点了以后才知道，哦，靠，原来不止小热狗已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小肉豆了。哦，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，中北部有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南部有啦。哦，南部呢有那个小肉豆这个东西啊。多多你找一堆，多多我合理怀疑你现在又要再找球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呢，你知道我过来这边的话没办法让你看球，但是我可以让观众看一下国际网帅性感的同体。哦，不要照到脸，照到这里就好了。哦，你没有性感的同体，还有他怀孕的孕肚。哦，这个是网帅南半球，也叫一款什么国际网帅的南半球。哦，这个南半球非常的性感哦，这个也是很北京比基尼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到我们那个国光号的清洗现场哦。我们的小肉豆林烧酒先生，感觉快洗好了哦。嗯，洗干净一点。嗯，对，酒真的是没有洗的，要洗干净啊。我不知道小肉豆是什么肉哎。我只知道它好像是香肠，就是你知道我们有那种粉红色的小香肠，但小肉豆又更小。然后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地震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刚刚我没有摔倒啊，应该没有地震。好了，我们那个国光号呢，眼前这一只国光号哦，小肉豆是鸡肉哦。我以为是什么猪肉之类的。佳佳啊。就叫，它的那个岩石要帮你刚一枪枪哎，水是黑的哦，没有刚才先不得冲，它的那个因为九九都会去草地滚，所以它的那个毛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个头刷啦啊，土沙都会在它的那个毛里面，所以洗一洗呢，那些土沙它会跑出来。我们这边没有地震的感觉啦，但是，可能上面看是北部有地震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感觉。然后还是刚刚我在秀我的南半球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去拨到了那个台湾的位置，然后晃了一下。南半球上面也是有台湾世界地图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可以来，来，多多来，换你的。好，各位，老样子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林烧酒洗完澡出来，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磨床沿。哦，这个是我们林烧酒多年来呢洗澡完的习惯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二批呢，就是换我们的林金多。哦，多多来，多多见，好的，换你的，见。然后最臭的大大永远都是摆在最后了啊，哦，来，多多换你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叫他们进去，他们都一定会来这一区内心戏一下，内心戏一下才走进去。所以这一区就是内心戏区，他就一定要内心戏一下。他们明明就可以直接走进去，但是他就不要，他就一定要躲在这一区。然后你看，现在就是在那个内心戏。来，九九，九九，给你擦一擦，给你。这里，这里啦。擦一擦，擦一擦。哦，送哦，送哦，来擦一擦哦。哦，台湾是北半球是不是？啊，那我刚刚可能有播到，因为北半球的话，刚刚在我南半球的上面嘛，所以就是在我奶头左边附近的位置。啊，来，多多进去，耶！耶，啊，酒你包完嘞，看真帅嘞哦，国际时尚秀哦，哦，国际哦，这个就是小肉豆，小肉豆颜色也是小肉豆啊，掉了，多多进去，耶！进来啦，卖点耐心洗啊，你得，早晚都要洗的啦，啊，早点面对啦，好不好？你的拍谁？你看你很爱洗澡哎嘞。好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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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多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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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气啊！进去，进来。好，搁在搞我内心戏嘞。耶， yeah, 好了。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第二号呢，登记第二号正在清洗当中，然后我们。九九在舔手，啊大大现在在电风扇口，哦 ，stand by 啦，九九，你是咧护肤美甲哦，你咧自己在美甲吗？
哦，这个如果以人类的行为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自己在涂指甲油啦，哦，不然就是什么指甲在做什么光疗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哦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就是做小婆的。好，来来，这么好舔哦，嗯，你干啥？一支卡崩我情况怎样嘞？看下敢那做好食嘞，舅舅，你舅舅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。最近因为我妈的，他们这个浴室比较小，没有之前那一个浴室来的大，所以他们没有用那个泡澡的，就是之前多多还会泡澡，现在浴室因为比较小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们泡澡了。不然多多的话，本人是非常爱泡澡的。让你们听一下现场舅舅在舔水的声音，大大摩的代志，你还没洗澡，你过来。让你们听一下他在舔脚的声音，很疗愈哦。大大你身体没有湿啦，大大很爱，因为等一下你看多多洗完澡也会这样。等一下呢，多多洗完呢，他也会出来让舅舅帮他舔。但是大大现在身体还没湿，他就已经跑到那个舅舅的前面在等待了哦。送哦，多多，两个多礼拜没洗辛苦嘞。嗯，先哦。对，他们两个礼拜没洗，然后因为这一阵子都在下雨，也没有很黑啦，旁边都没。但是就很臭啊，尤其是大大的男。大大这个狗就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没原厂出来，就它有很多很奇怪的点。你看它前脚是 O 型腿，它后脚是内八，这是原厂出来就有的设定。然后呢，它的脑原厂呢没有帮它的脑袋安装 CPU， 所以呢它也是一个没有脑袋的狗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它就算没有脑袋，它每天都还是会笑，阿姨你也不知道它在笑什么，然后笑笑笑笑笑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弄脏了，然后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臭。哦，这个就是。林金大，我们林金大啊，你看就这样，他就会一直这样子对着你笑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啊，别气别气啊，然后现在又硬要凑过去让他爸帮他舔身体的，那他你身体没有湿，你爸不会帮你舔的，你自己看，你看九九呢，他是在舔自己的脚，他根本不鸟大大，好对不对？哦，你大大你身体没有湿，你爸不会帮你舔的，不会帮你舔这个啊。但是大大不知道，因为他原厂出来就是有这个问题，他本身呢没有脑袋，所以变成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其实他身上是干的，所以他爸爸不会帮他舔身体这件事情。哦，然后你看发现无趣了，那就赶快走了，找一个很凉的地方自己躺下来。舅舅继续在美甲哦，在做他的那个手指的保养。好，那这一边的话。我们这个家常礼车哦，林金多呢已经啊快洗好了哦，然后等一下就是换我们的那个对大大出场算是减配啦，哦就是也这样多多就是大全配哦，多多什么都有哦，运动细胞有，然后腿长有，然后身材好有，不胖嘛哦，然后呢再来就是聪明有，然后呢颜值也有，才华也有哦，多多整你是出场原厂就是大全配的。但是大大就是减配而已，就是最基本的，连电池都没有附的那一种，就是只有你打开就是一只手机，然后呢，有电池啊，就是有附一颗原厂电池，大概就这样而已，连充电线都没附的那种。哦，然后多多是哦，多多就是大全配了，哦，这个就是哦，一款一款人一款名，一款教文那是一款名哦，哦，就是不过呢，你看大大这样子，大大还是过得很开心呢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。无忧无虑的，这样多好啊！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复杂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复杂都越复杂，你就越想越多啊。像多多就是，多多每天呢，他都我如果真的合理的怀疑，多多他都会每天计划他什么行程要干嘛。比如说，哎，哪个时候早上他要去哪里散步，然后呢，时间到了他就去咬他的网球，就是他要玩球，他就会每天他会去计划他自己的东西，当然也很好。但是大大没有，大大就是哪边热闹往哪边走。哦，我看了，多多不要狂甩。来，进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进来，瓦莉亚，瓦莉亚，换你的。等一下哦，进瓦莉亚哦。来，阿德来，来，
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大大你在吐我的那个呢？哎呦，你这臭臭呢，大大来，让我品一下你的头皮。哦呦喂，那也要哦，好呛哦，那头皮现在好呛。好，多多来，哎，换你的，换你的，大大换你的，换你的，进去，张大大进去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慈父的画面哦，就是我们的林烧酒同学呢，先生在帮他的儿子舔干身体的水。我多多还会自己换位置呢哦，哦，做素席哦。哦，其实我们这个洗机场呢，它算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啦哦，这边呢有我们的那个行政主厨在这边帮忙洗我们的狗，然后外面这边呢有另外一个在哦，属于是算是干衣机啦哦，它可以帮其他洗完澡的狗呢，把身体的那个水舔干，干衣机。来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太个大呀！我大大那脚底洗完应该就是粉红色了，它原本呢。他的脚底的肉就是粉红色，但是大大就是因为很脏，所以呢，他常常很多人看到就是他是黑脚底，但是其实洗完澡他是非常可爱的那个粉红肉球啦。送哦，就这样，多多，多多，等一下，我们再帮你们吹干。我发现好像我那吹水机然后放在家里面，之前在玩水的时候呢，就拿去吹。吹水机可以拿来冲那个游泳池，然后顺便帮他们那个放在家里面。我等一下再去拿，我先把这等大大洗完澡，他们打完架，我再去拿吹水机就好了。哦，九九，你真正so sweet呢，哦，真的就是在帮他的儿子把水舔干呢。然后，大大这边呢？哦，我相信哦，因为大大他跟九九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多多他是不滚草地的，除非是那边有尸体哦，多多会去滚尸体以外，其实他是不滚草地的。那很多时候大家在直播里面看到，就是九九跟大大他们都很爱滚草地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九九跟大大他们的毛里面应该都藏了很多的泥沙，所以这个时候在冲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。好，大大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这样用俯拍来看一下，我们大大洗完这样水冲啊，它也是实心的呢。之前都以为是毛蓬，所以大大看起来会比较胖。结果它跟九九一样，它是实心的，它的腰都不见了。那、啊、好酷哦。然后这边，多多你干啥喊？啊？你还在等您爸爸帮你舔干哦。我们弄干净哦，没有还没拿。你看你看着这个画面多么感人。九九在帮儿子哦把身体舔干，你看那个慈父的眼神。哦，你要看友好的，知道不？啊，大人赚大钱，又给恁老爸饲一个啊。看友好一个，好好念书好不好？你爸爸这么辛苦在照顾你们。啊，这里面可能只有多多呢，长大会比较有成就哦，以他的才华跟那个，然后来看一下啊，等等，长大可能会往八加九世界的发展的林金大同学。等一下啊，我要冲干净一点啊。进来哦，我们大大要准备冲出来了，应该很多朋友是那种有看过，就是我们大大会像那个斗牛一样，开始洗完澡就会奔放的乱跑。好不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先洗哈，我把三分钟前我先洗。你泡爱冲干净啊，哈。等一下，要冲干净啊，等等。大大冻得掉啊，大大冻得掉啊。要不要甩一甩？等一下，甩一下，被甩了！甩一下，进去！当力的哦！啊，对，在里面甩，不要在外面甩。哦，大大真的很难抓。好了，各位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
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预警的那个斗牛节。斗牛来了，出炉了，猛兽出炉了，出来秀发，看看看哦，一出场了哦，我们的这斗牛就开始在滚了哦，哦没有在客气的哦，哦那个这个斗牛哦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热情，我们旁边的斗牛士也已经准备好了哦，到底这一只斗牛呢，今天会是谁胜利？是斗牛士还是我们的斗牛呢？我们现在就看下去了，耶！好啦好啦，哎，大家还洗地毯呐、啊，你还要再洗一次是不是？笑哎、欸，嗯。好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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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哇哇，去当然好爽啊爽啊，啊这囡仔哦，他个胖爷啊，哎呀算了，不叫啊不叫啊，啊本来大大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哦，然后你看九九还在帮多多舔，啊大大要去占位置了，要让爸爸帮忙舔身体了，啊给他让爸爸舔身体了。进来进来进来！哎呦，大大去插队了啦，爸爸。好，大大，你不要去找你爸爸舔身体哦。啊，你光让多多多多一直黏着他爸嘞。啊，阿丽嘞。北七。你来对张毅都敢啊？来，去，去，我们要擦干。啊。哎。哎，我抓不住哦。来来来来。啊，大大，你抓不住哦。快点来。好啊，各位啊，你看多多又在找东西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不会讲话的林金多，他到底在找什么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我看你好厉害，这里面有玩具啦，因为这里面有球啦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子。哦，多多，你真的是只差不会讲话哎、欸。他刚刚一直在这边挖东西，我因为全部都压住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毕竟这不是我房间的，而且这一颗球是新的，多多居然知道，来去吧，送啊送啊，嗯，好了，那个大概是这样哦，我们的今天的洗澡直播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我要去我家拿吹水机了，所以这边的话就到这边就好了哈。等一下我应该会，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我应该会带他们出去奔跑，到时候我再用相机帮各位录影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洗澡哦，高清无码性感洗澡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好了，感谢各位收看哦，拜拜。